长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韩语实用情景对话上的第24节课啊，很简单。제가 엄치거든요 什么意思呢？是我们一个今天要学的这个单词啊，音痴啊。什么是音痴呢？是五音不全的意思，唱歌唱得不好啊，没有这个节奏感，叫什么呢？엄치，音痴的意思，嗯气。那么可得呢表示呢原因的，陈述原因的啊。那么因为我是五音不全呀，陈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，怎么说呢？제가 엄치거든요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啊对话是什么呢？오늘 저녁에 노래방 어때요？那么今天晚上去唱卡拉 OK 怎么样呢？那么저녁是晚上，노래방练歌房，어때요怎么样呢？那么 B 怎么说呢？갑자기웬노래방이에요？갑자기突然呢？你为什么说노래방이에요啊？为什么说노래방呢？这个웬啊，怎么突然想起来？这个意思表示很惊讶的啊，平常不那样，为什么就突然的说起这个노래방了呢？那么 A 呢？스트레스도풀고좋잖아요。那么 stress 以前我们上节课有一个以前专门讲过了关于这个 stress 的用法。stress 呢是一个外来词 stress 的意思啊，它是压力的意思，那么它是个名词。那么我们说 stress 를받았어요，受到了很多的压力，所以呢我们要풀어야돼요 stress 를풀다。풀다是什么？缓解压力的意思。那么这个풀다呢本意呢是这样解开的意思啊，解开这个压力。那么这个苦表示呢什么呀？表示这个啊病例的意思。那么 stress 도풀고좋잖아요，좋다好。那么这个잖아요表示呢反问的意思，不是挺好的吗啊？那么 B 怎么说呢？혹시내일사원장기차량에서노래를하려는거아니에요？那么혹시呢经常跟这个问句啊表示什么呢啊，难道你是不是这样的，表示这个问的那个强调的意思啊，啊难道你是因为这个在明天的哪一사원啊社员的장기차량啊，차량什么차량，차량是这个骄傲啊，骄傲自豪的意思。那么这个장기呢长啊，长处的骄傲什么意思啊，这个呢特长展示的意思啊，在这个特长比赛的时候呢，努力的哈料。